在地，我们想要表达的是怎么样去守护这个家园。青春哦，唔那是追求一种理想，维护人性，甲个人权利。好，咱的后世代知影，咱是为着理念在甲伊拼命。还有够嘞！好的。不要鬼娘！这是讲一个传统台湾女性，当她碰上大事件来临的时候，所展现出来她的坚毅的个性。海瑞勇哥，我好跳啊！为着囡仔，咱这班莫放弃。我们怎么样去热爱这一块土地？我们要怎么样去守护它？这才是我们这部戏的目的。亲人还是假的，都已经不重要。不管你是从哪里来，你要往哪里去，我们是一个人，我们需要基本的人权。我不是第一个牺牲者，希望我是最后一个。这个东西是要不断地说，让更多人来关心这些事情。是什么事比吃饭更重要的？很多事情都比吃饭更重要。我们生在台湾这块土地上，我们对台湾的历史是所知道的。我只是不希望说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别人的心上。我觉得回来就好这四个字可以讲得很轻松，但其实对我来说好沉重。我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追求自由的时代，来迎回去，是我身体一部分。